你怎么打手机啊？室友睡了，用宿舍的电话打不好。你最近怎么一直用公用电话打？长途贵，想省点手机费。 都十几天没联系了，你都不想我？忙，总找不到人。你不会？没有，没别人。有什么急事吗？非要等我回电话？没急事。 没什么急事儿，那我先挂了。今天站了十几个小时，再睡几个小时又该起了。那你忙吧，空了再说。